他就是唐山花椒片肉王，深藏在菜市小巷五排四号旁各路猛人都找不到的吊渣饭馆。我爷们儿，那个片肉在哪儿啊？掌柜是一位古怪直排老孟，他是从小跟我老父亲学的。我老父亲呢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的这个村里的红白喜事的厨子，他说我也想呢把这个老手艺和老味道串下去。据当地老人讲述，哎，他们拿个牌子都是问着想着他走吧，这都是干着吃的，很香啊。来这儿吃全凭运气，没有菜单，做啥吃啥，就连旅行社都等待打包带回家，有大锅肘子、鲨鱼炖、手撕鸡，花椒片肉是他35年之大成。这个肉啊，切完了之后啊，必须扔的。需放在212度高温的大锅中，炸至焦黄，出锅金黄诱人。切片，九毛的配料，秘制调汁。上屉蒸5401秒，出屉香得一张，一口下去软糯香醇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很多作家学者都慕名而来。